ChatGPT 你好，你知道我现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吗？我目前选择的这个英雄应该出什么装备？你正在玩的游戏是英雄联盟，你选择的英雄是蛮族之王泰达米尔。对于泰达米尔，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出装建议。一、神话装备，是可血战斧，是不朽盾弓。二、核心装备，是无尽之刃、幻影之舞、斯塔多克电刃、死亡之舞 Death Stance。 三、防御装备，守护天使、振奋盔甲、蓝盾之罩。四、其他选择，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银血剑士、破败王者之刃。具体的出装顺序和选择可以据对手的阵容和游戏经调整。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祝你游戏愉快。 ChatGPT 你好，请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一、Didn't feed the cat。 题目中的句子意思是，在会议之前我不知道我的一项职责是喂办公室的猫，这应该有人告诉我。这表明说话者在会议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有喂猫的责任，因此很可能没有喂猫。 ChatGPT 你好，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你好，从截图来看，你正在使用 Adobe Photoshop 进行图像编辑。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包含两个狗狗形象的图像，一个是肌肉发达的狗狗，另一个是普通的狗狗。这些形象通常被称为 Doge 或柴犬梗图，在网络上非常流行。你可能正在编辑或创作一张有趣的图片，需要任何帮助吗？在 OpenAI 5月13号的春季发布会中，我们都看到了 ChatGPT 桌面 APP 在苹果 macOS 上的惊艳表现。它能够实时看到用户屏幕上的一切信息，回答你的问题，协助你进行工作，相当于我们的第三只眼。不过目前只有苹果用户可以抢先体验， Windows 版要等到年底才会发布。所以呢，我利用 GPT-4o 的 API 自己写了一个适用于 Windows 的 Python 程序，能实现的功能和官方版几乎没有区别。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在代码编辑器中运行脚本后，将编辑器最小化挂在后台就行了。脚本会定期对屏幕进行截图，我们可以基于目前屏幕上的内容随时通过麦克风与 ChatGPT 交谈。所有的代码我都会免费分享给大家。在使用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点小小的准备工作。请准备好一个 OpenAI 的 API Key 和一个微软 Azure 语音服务的 Speech Key， 以及语音服务对应的区域代号，提前将它们写入 Windows 环境变量。在 OpenAI 开发者平台登录你的账号，点击右上角的 Dashboard， 选择左侧最后一栏的 API Keys， 再点击右上角的绿色按钮创建你的 API Key。关于微软语音服务的密钥获取流程，我在之前有一期介绍 ChatGPT 声音定制功能的视频中有做过详细讲解，本期视频就不再赘述了。如果你对视频中这个功能的实现原理以及代码中各部分的作用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往下听。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GPT-4o 模型的视频交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视频中的图像帧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实时视频交互的。它与我们人眼的区别就在于刷新率不同。明确了这个逻辑关系之后，接下来就简单了。我们配合代码部分来看会更加直观。一个完整的运行闭环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个步骤，我们创建一个在后台定时进行屏幕截图的脚本。第二个步骤，通过微软语音服务进行语音识别。这是跟 OpenAI 官方 APP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因为 GPT-4o 模型的 API 目前不支持原声音频输入，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第三个步骤，语音识别成功后，截图功能会暂停运行，选取最新的一张截图，将它转换为 Base64 编码的字符串。第四个步骤，将识别到的语音文本和图像编码发送到 GPT-4o 模型，并返回 ChatGPT 的回复内容。第五个步骤，利用 OpenAI 的文本转语音服务，将 ChatGPT 的回复转换为语音并自动播放。这里的音频流会在转换的同时进行播放，相对来说会缩短延迟时间，不过副作用就是偶尔会出现吐词不清的情况。代码中的关键部分我都做了详细注释，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自行修改。
我在视频开头演示的几个应用场景都是抛砖引玉，相信大家能利用这个功能实现一些大开脑洞的玩法。视频的最后来看一下微软在几天前的开发者大会上公布的 Copilot 桌面 APP， 它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对用户进行实时指导。 Hey Copilot, how's it going? Hey, I'm doing great, and it looks like you're about to dive into some Minecraft. Ready to build, explore, and maybe dodge a few mobs?Yeah,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a sword. My son plays this game all the time, and I have no idea what I'm doing. No worries. I'm here to help you impress your son. I see you've got a crafting table in front of you, which is a great start. To craft a sword, you'll need some materials. Can you open your inventory? Just press E on your keyboard. Yeah, do I have what I need? Let's see. You've got some sticks, perfect for the sword's handle, but it looks like you're missing the material for the blade.You can use wood, stone, iron, gold, or diamond. Let's start by gathering some wood or stone. Shall we head out and find some resources? Yeah, that sounds great. Oh my god, what's that? Oh no, it's a zombie. Run, you need to get away from it fast. Either sprint away or quickly build a tower of blocks straight up to get out of its reach. If you can find a shelter or dig into the side of a hill, do it now. Just make sure it can't reach you.All right, I think I might be safe now. Cool. That was a close one. Great job finding shelter. 毫无疑问，微软的 Xbox 和索尼的 PlayStation 后续肯定会开发基于这种功能的 AI 辅助游玩机器人。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对我进行鼓励。下期再见喽，拜拜。